Hello 阿贝，最近还好吗？吃了也啦，我想要买外厝啦。为什么你要买阿伯？外厝安尼大，我囝大汉了，计有家己厝，家己的囝，我家己一个人住一个呢大的厝，真孤单啊。对哦，阿伯，你很可怜呢。我要搬去较小的厝，才会当赚点钱嘛。啊，你看我较免交的囝嫁女嘛，真歹势。阿伯不要担心，我会帮你搞定一切。在 Love Property， 我们会帮顾客处理所有财政上的问题 ，CPF 和遗产规划。我也帮助了许多昂哥昂弟，让他们在这过程中比较顺畅。你看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很多老人家都跟不上新的房地产消息。有了我们的帮助，你就可以安心的把房子交给我们处理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房地产信息，请联系我们。我们很高兴的与你分享，记得按赞、订阅跟分享我们的影片，我们下次见。